大家好，我是潘玮柏。我的第十张专辑《王者重生》已经正式的发行了，希望大家都喜欢，然后也可以去好好支持一下，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找到里面自己喜欢的歌曲。其实《王者重生》这张专辑讲的，其实在我这次做专辑的或者写歌，其实蛮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很多不一样舞曲的一些类型，因为舞曲是有分很多种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听到一个比较概念式的专辑，然后也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舞曲的一些精彩，或他们细节的一些内容这样子。那其实这次跟 Kiss Radio 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讲，希望大家会喜欢，就是说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有机会得到 Kiss Radio 的这个纯印卡啊，就是我签的名，然后哇。然后送给你们啊，然后就是只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王者重生》专辑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首歌曲，写出来接到 Kiss Radio 就有机会得到这次的这个算是一个我也不知道让我有点害羞的这个礼物，所以 anyway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王者重生》，谢谢。我是小丑，你说你看